这个人，就阿些阿个娘，啥来这个人？就阿些伊拉。你做，我那里没干，你做么事的？不要养个哩，过度的关注到，过上班速度都跑过天，看天天买了，毛头毛呢，多的关注多，要那多要过路上的点了，那那叫正常毛呀，用的过年过过度毛，那叫正常一样了。哎，都那路北海边，天津粉。 都那路北，你的名字叫什么？潘妮妮。啊？潘妮妮。他们两位是姐妹吗？等等阿比达，面试这个外国人，他也。他们两位是姐妹吗？不是。哦，这个是不是你们的节目已经超过了？已经没有了是吧？那奥多只要微笑啊！啊，要一人要一人上。啊。那我们干点嘛？给我买点弄弄的烧冬天。 你们今天表演得很好。没有，我是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歌手，只是说经常听一些苗哥，特别是杨老师的苗岭苗，所以今天有幸能够和杨老师同台，心里感到非常的高兴。我们来参加那哈的，那要往后路点点嘛，要一家后路往过高铁，那他们没那弄弄过家高铁那。 那天活动中隔天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会来美国表演吗？哦，特别想去，特别想去，一定会去的。如果你们邀请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去。那位姑娘呢？我也是非常的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想不想去美国表演？想，想。你说大声点。想。好。你们是不是红苗啊？黑苗。 黑苗，那什么是红的？因为是年轻人，那叫红苗，还没长，我这边好了，现在啊，就是苗族，但是你这个是还是小姑娘喜欢红色的？对，小姑娘的嘛，年轻人都喜欢红色的，或者一点。在家里面的话，我们平时都穿便装，然后能够穿这样的盛装的话，都是平时节日的时候，还有春节呀，还有家里面有红喜事的时候才穿这样的盛装。 啊，你这个是自己绣的还是买来的？不是，是我妈妈绣的。我们苗族女孩吧，都是从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有自己的苗族服装。长大的时候，出嫁的时候的衣服呢，是自己和妈妈一块绣的。啊，你这个帽子呢，也是自己绣的吧？对，我们全身上下都是手绣的，刺绣。啊，叫梦的嘛，桃屋。 那扎木刀一包的胸，要桃屋了，那被贵州那路上街啊，路上和黄皮，那桃屋啊，那扎木的田西南，木刀一包的胸了是，但是嘛，要一包东西，但是那过路上那叫中桥的了嘛，松了，但是嘛，那进口街道叫中桥姑姑啊，叫那叫中桥姑姑啊，但是呢，被那被开里了，那叫那叫干嘛？那送没去了。但是叫那么在靠街道淘物叫姑姑，那扎多被路上木路上和前行呢，木鸟到一包到胸了。但是嘛，叫中枪了，叫那叫姑差不了，叫中构了，叫做破了。叫烈烈那都送没去了，叫电的嘛要，过冬天。好嘞。 把它火热跟了要，还找。
喝酒，那家伙都个喝酒，都在喝酒了吗？那喝酒吗？呼打一下个后一口酒，那里沙地嘛堆一下天，啊哦，那那叫叫，我都能呼打一下，那你们我都能沙地嘛堆一下，那里摸酒找人喝，那呼叫哥们还得叫哥喝酒，好。谢谢杨老师，谢谢这两位姑娘，希望以后欢迎你到贵州黔西南去做客，行，欢迎咱美国的苗族同胞们，回到中国，回到贵州，回到咱们黔西南。哎，我转到那，在这里干什么的？谢谢你们啊，谢谢，好。蒙自的乡亲父老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贵州黔西南的苗族姑娘，我的名字叫做乔伊，在这里呢，欢迎大家到我们黔西南去做客，谢谢。Thank you.